三天了，计划的三天下去也没下去，看看这个真是让困到山上了。看看这个雨，这个真是老天爷留在山上不让下去，这是。司机，高兴了，你那睡觉的了？框框里面。哦，下不去啊！今天抓鱼，那能干啥了？叔叔睡觉了。不吃的，我吃红的。高兴睡得香的。框框里面真睡得舒服了。快睡吧，下雨天就是个睡觉了。我也是上去睡一会儿了。烧鸡烤羊给我揪这个番石榴去了。烧鸡，有红色的。那你慢点嘛。下雨下的滑的，哪个？好嘛，小心一点啊！爬在树顶上，哦，行了行了，那就下来吧。好了，上来吧。好了好了，看那边有个熟的烧鸡，那边有个大的那个熟的。红色的没有了。我吃见这个红色的好吃，白色的都不好吃。那边有一个熟的，老姐，小心点儿。好嘛，家里面这个番石榴是多了。熟吗？你从下面能过去？你抓住这个边儿，对，慢点从那边过去。慢一点。这个小姐，这边有个大的。揪了。这好像让揪掉了。奶奶揪了。走吧走吧走，上来吧。熟了就揪掉了。别揪了别揪了。回去吧。外面还下雨着呢。那我回去睡觉去了啊。没事吗？我干啥？山又下不去，下雨下的。还有叔叔了，高兴怎么了？高兴给奶奶留下。
嗯，行了行了，那就明天贴钱了再下去。哥哥就下着雨，穿着雨衣骑摩托车就上山上面了。嗯，哦吼，你看，白色的，我也这一股。对，那他去山上干啥去了？跳舞。跳舞去了？嗯。好。这把的，嗯，这个好吃。红色的好吃。嗯。山顶上面就是去阿姨那儿，还是山的上面，就咱们去那个佛山，那么远，下的雨就跑上去了。哎呀，有那么爱玩吗？早知道上那个山顶，说你是不是就那个雾那个上面？山上面，早知道我也跟他去了嘛。你说去不起来，你是不是？下这么大雨，我跟他去啊。嗯。我又不傻的。大雨。我知道他穿着雨衣自己上去了，去上面那个山上玩去了。那我回去睡觉去了啊。嗯。睡觉。手机，走吧，出发了。现在我跟手机俩人下去去老房子。老房有几头牛？手机。两个。小心牛。哦，下去给牛割点草。嗯？那不是。这不是吗？这都是了呀。小姐，那给牛割完草再背点草回来。大伯今天登城去了，是吧？去看他儿子去了。今天大伯不在，下面的牛也没人管了。是不是爷爷下去了？爷爷下去了，我跟小姐下去。下去，这是真的，咱俩下去。我不用去，也多大？你们不管了的，我为什么我也不管了？那咱们好下去看看，把那俩头牛给喂了。不要大伯不回来，把那俩头牛给饿坏了。